欢迎逛。你自己先看一下。你好，来看画。是啊，我今天是想看看这里有没有适合的画可以放在我的店里。那你先自己随便看一看喽。那可不行哦，你要陪着我一起看。好啊，没问题啊。小孩怎么看画就看画嘛，用手去摸它干嘛？哎，你看你看，弄坏了，你这一定要赔。你没钱是吧？把你父母找来，你今天一定要赔掉。我说这现在怎么办？老板，让我来处理好吗？这小孩莫名其妙的。你不知道这些画是不能随便用手乱动的吗？我知道，可是它上面有黑黑的，所以我就……好了，没事了，你走吧。那这幅画……没关系，我们可以请那位画家帮我们再修补一下。走吧。谢谢。你这样就让他走了？小孩子嘛，他又不是故意的。你太善良了。好了，刚才我们看了这么多画，有没有哪幅你比较喜欢的？就这幅喽。这是我的名片，请你把这幅画修好之后就送到我的店里。谢谢。而且他现在已经回来了，我不希望你再去找我妈。要是因为你而破坏我的家庭的话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婉儿，如果没事的话，我先回家睡。拜拜。而且他现在已经回来了，我不希望你再去找我妈。要是因为你而破坏我的家庭的话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
温迪，怎么这样追事呢？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你走开了，你！来，起来嘛，来！我不要你扶了。那来，我来抱你嘛，来，来。不要！你起来呀、啊！你这样子的话，你不要坐这路上，你这样追车子干嘛呢？来来，扶你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你了，都是你了！一看到我就不好，你什么人呐、啊？死没良心的东西！你跑到哪里去了？靠你也不回，又找不到人。我这不来了吗？你这个，来，扶你起来，扶起来！不要，你走！你要我怎么样？扶我啊！你呀、啊，就是这个样子了，一声不响就跑掉，你不知道我有多担心啊！对不起啊，我还想说你会不会出国，甚至啊想不开跑去自杀。我会像做那些事的人吗？如果我去自杀的话，那么雷先生是不是更会认为我跟雨桑有些什么更不清楚的关系？如果这样子的话，是会带来更多困扰。啊，我不愿意做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呢。怎么样？你不赞成我说的话吗？你死人呐！你不知道我喜欢你吗？到现在你还满口雨桑长雨桑短的。既然你心里始终有他，那你为什么还来找我呢？你放聪明一点好不好？不要告诉我你不懂。你分点感情给我嘛。你说过你不愿意做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。好啊，你要负责任的话，那我呢？你几时为我负过责任？哪怕一点点，一点点就好。Wendy， 对不起，Wendy。我帮你去买早点，你继续睡。哎，我在这儿。还在整理啊？那些衣服麻烦你折一下。好。
来。我可以，你不是该去上班了吗？来。衣橱里那张照片，你看到了？没有啊。什么照片？很重要吗？哦，没有，没事。你这样去大陆，别舍不少朋友啊。都是一些泛泛之交，谈得来的没几个。回来以后，可能就难得有机会再见面了啊。是啊。本来嘛，人一生能够交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是很不容易的，何况是知心的呢？我本来也没有这种体会，自从我出去工作之后，我才明白到，人与人之间能够认识，也是一种缘分，是应该要珍惜的。等到缘分尽了，就该让它过去了。对，我也是这样想。还有什么？没事，我换衣服去上班。总经理，今天上午的会议资料我已经整理好了。总经理，有事吗？这份资料我已经整理好了，请您过目。好。经理看起来心情不太好，是公司的问题吗？啊，是。我跟你请教一个问题啊。以女性的角度来看，如果一个女人发现她的男人背叛了她，可是她还不动声色，那是不是表示她还很在意这个男人？那就因人而异了。如果是我，我可不会这么轻易善罢甘休。除非什么？除非我也背叛过她，大家扯平，那就另当别论。总经理，您还有什么事吗？哦，没事了，谢谢。其实我这次来是有事要跟你讲的。我现在搬进去跟温迪住，他对我很好，所以什么呢？所以我想跟你说一声谢谢，因为住在你们家的时候呢，真的令我很快乐。你们对我就像对家人一样。那么至于婉儿离家那个事情呢，我也真的感到很抱歉。现在你先生回来了，你也有人照顾了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我祝福你。谢你的祝福，如果没有别的事，我去忙了。还有一件事，雨桑，不管怎么样，你一定要小心你身边的小人。谁是雨桑身边的小人啊？怎么，现在讲话都可以随随便便不负任何责任的？我还是那句话，小心你身边的小人。
对，我来看看雨桑，看他做的顺不顺手。哎呀，真不好意思，你从大陆回来，我一直没给你接风，这几天实在太忙了。谢谢你，这也是你对家里的照顾。应该的。真雅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晚上有场音乐会，我买了两张票一起去听的。真的？可是家里……啊，没关系，我已经打电话回家了，晚上会照顾奶奶。雨桑，你没有忘记今天晚上6点半？我们跟东施建设老板要谈 case。对哦，那能不能改天去？今天晚上这场是你最喜欢的古典大提琴协奏曲，票很难才买得到。柯凡，我们约明天好吗？谢谢你帮我接了这个 case， 我跟郑雅改天请你吃饭。你要等我一会儿啊，我现在还不能走吗？我到对面咖啡厅等你下班。不好意思啊。郑雅，有件事情想跟你谈一下。虽然你对雷氏做了这些事情，但是我念在你是为了顺着刘胜男的意思，你是出于无奈，我可以不计较这些事情，一切就到此为止。毕竟我们曾经兄弟一场。兄弟。既然你这么讲，那我就直话直说了，你配不上雨桑。我这么讲，你听懂了吗？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让他没有办法再过从前那种富裕的日子，你让他领人家薪水，看人家脸色。你让他独守空闺，你让信雅趁虚而入，而你能做什么？你什么都不能，而我可以。我可以用加倍的爱来弥补你所有的不足，我可以给他幸福，我可以给安全感，我可以够了。小浩，桑是我合法的妻子，陪我走过人生岁月的妻子。现在不管什么对手站在我面前，我都不怕。你可以走。我绝对不会放弃他。音乐会听得愉快。可以走了吧？怎么了？没事，走吧。我是要来告诉你，我要到刘氏企业我阿姨那儿。祝你成功啊！谢谢。只可惜，如果我成功的话，那也表示有人要失败。话不要说得太早，成功最后归属谁还不知道。好，那我们就走着瞧喽。等一下。
能不能告诉我，这一切的一切是为了什么？因为我恨你啊，我恨你，凭什么拥有这一切？凭什么拥有这庞大的家产、幸福的婚姻、美丽的妻子？你凭什么？你不配，你懂吗？我们一直是工作上最好的搭档，我也一直把你当作最好的朋友，而且你也曾经不顾自己的性命冲到大火里面去救我，这些都是在演戏吗？你真的不怕在大火里面把自己的命丢掉？你们听过搏命演出啊？我为了要演得像，为了要栩栩如生，所以我就把我整个都豁进去了。我不相信。你不要那么一厢情愿好不好？哎，拜托你不要这样看着我，你还真那么天真的以为我救你是因为我对你有感情啊？我为什么要对你有感情？我为什么要对你好呢？你我们真的好像亲兄弟一样。好，就算是亲兄弟，我更不会在乎你。我还是不懂，难道你做这一切只是因为你喜欢雨桑？我刚才说的话你到底听仔细了没？我说你不配，你不配。你到底图什么？你一直把话说明白好不好？我是很想告诉你，可是还不是时候。很可惜，你爸死了，你妈疯了，要不然你可以从他们那边得到答案。来。你没听说过搏命演出吗？为了要演得像，为了要演得栩栩如生，所以我把我整个命都豁进去了。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很可惜，你爸死了，你妈疯了，要不然你可以从他们那边得到答案。怎么样，你比较有眼光，你觉得我这里还有什么地方是比较适合挂那幅画的？准备这么多好吃的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。哎，过来，雨生，雷特，你好。你好，雨桑，你看，新雅帮我买了好多好吃的，她就是这样子，明知道我一个人一定吃不完，还买那么多。我们一起吃吧。啊，不了，我看我先找个地方把花挂起来再说吧。看，我还是先走。不急嘛，难得看见老朋友，干嘛急着要走？雨桑，你说对不对？什么？我是说啊，新雅难得跟你见面，就急着要走了，真不够意思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如果你没什么事急着要办的话，就留下来帮我们嘛。好啊，帮我把那幅画拿过来好吗？好，帮我拿一下。
这个。那。谢谢。要不要帮你啊？不用，我自己来。信啊，麻烦你去帮我拿螺丝起子来。那好啊。在哪里啊？好像在柜台后面。最近啊，我跟欣雅常常往外跑，一会儿去看电影，一会儿上阳明山看夜景，玩得好开心哦。要不是我要上班，我们还计划要到夏威夷去度假呢。他啊，真是个好情人。你也跟欣雅他相处过，你觉不觉得他是个很体贴的男人？不错，他的确是。可是我们今天先把话挂起来，其他的事以后再聊好吗？那，帮我拿一下。要不我来帮你啊？不用，我来就好了。错嘛，这个你帮我看一下啊。哎呀，好了，对，过来一点点。怎么还不睡啊？睡不着。我知道你还在想何雨桑，对不对？哪有？怎么会呢？有没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你干嘛骗自己呢？跟你讲没有就没有嘛，怎么这样子？我知道你还没有忘记他，但是请你告诉我，我对你不好吗？我拼了命的讨好你，难道是我错了吗？为什么就不能在我面前至少是做做戏也好，逗逗我开心也好啊？你就一定要用这种方式让你自己难过，也让我心疼吗？我知道你对我很好，但就因为这个样子，我觉得更对不起你。但是我不能够就因为逗你开心，然后自己变得很虚伪，不能这样子嘛。就算我把这场戏给演得很好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你会真的开心吗？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互相欺骗自己，欺骗对方呢？嗯？我承认。承认我真的很喜欢你，温迪。但是可能就到不了那个男女朋友那个阶段吧。温迪，我不是一个木头。你对我的好，我也曾经感动过。但是你应该了解我吗？我现在真的需要的是点时间去好好的想一想，好好的静一静。其实我早该看清，你一直对我很好，
只是你没有办法在我身上用心，因为你的心啊，一直都放在何雨桑身上。我就是这么死心眼，就是喜欢你这个木头。温迪，让我把话说完。其实我不在乎哎，你相信吗？因为我爱你，我不希望让你痛苦，我也不想勉强你做任何事。如果你只能把我当成是你的朋友，甚至于当成你的家人呢，我就满足了，我真的能满足哎。只要这样做你可以开心的话，我也会很开心，真的。温迪，你早点睡吧，明天还要开车。小老头似的，什么都记不得，就是老刘嘛，那个给我们家开车的老刘嘛。好，老刘，老刘，我想起来了，老刘怎么了？刘丽珍啊，下次再来的时候，不要把他赶走了，要把他给留下来。是我们雷家对不起人家，是我们的错，是我们不好。俊雅，你听见我说话了没有啊？啊，听到了，听到了。他下次来，我一定把他留下来，好不好？哦，俊雅，你去上香了没有啊？给谁上香？给老刘啊。哎呀，俊雅这孩子怎么了？这几天净问些颠三倒四的话。这老刘死了好久了。他怎么死的？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去尿尿。这个司机老刘和刘丽珍到底是什么人？跟我们家又是什么关系呢？哎，我请林律师。移民了。是啊，最近股票连涨了好几天，我想找个高点把股票给卖掉。那你怎么那么早起床啊？不多睡一会儿？啊，不睡了啦，每天都这个样子，一天接着一天，应该振奋一下，做点正经事。
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样子蛮好的。你有什么好啊？最近呢，突然在想，每天开几人车，收入又不稳定。如果是一个人的话也就算了，但也不能够一直这样子下去嘛，对不对？哼，真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做好打算。要不要我投资你一点，去开一家照相馆怎么样？我跟你讲过，我自己的事，我自己可以做打算，我不想用女人的钱。什么女人的钱？女人的钱不是钱吗？我不想跟你扯，要不然搞得大家都不高兴。你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，固执己见。我啊，真不知道看上你哪一点。啊，后悔了吧？当初我跟你讲说我不是什么好男人，是你自己跟我讲说我有多好有多好有多好的。但现在后悔的话呢，还来得及，不要到时候越陷越深，说我耽误你啊什么的。我知道你是故意气我的。好，你越是气我，我越不会上你的当。怎么样，被我说中了吧？不回答我。哎，我不理你了啦，做早餐去。好吧，如果你们觉得我这次画风不统一，我是可以欣赏几幅作品不展出。可是你们不因为你们肤浅的建议而否决我的作品，这样对我公平吗？何小姐，何小姐，啊，对不起，我们刚刚谈到哪里？哎，季谦，怎么一大早就来？你们在聊什么？老板，关于我们画廊要改变风格，季谦他没办法谅解。我只是个画家，我只懂得创作，不懂你们商人那一套。如果你们觉得我没办法帮你赚钱的话，你们可以直接告诉我，我不会扒着你们不放的。季谦，你误会了。OK， 你不要再说了，你跟爱理不理的态度已经够明显了，就算我再迟钝也看得出来啊。不，我刚才真的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。哎，误会误会，合作是我们到里面谈，误会。哎，你先到里面坐着等我一下好不好？我们回头好好谈谈，好不好？雨桑，你最近很像心不在焉的，该不会真的像报纸报道的一样吧？你要小心一点。喂，总经理办公室，你好。哦，好好好，是是，我一定会请总经理回电话给你，谢谢哦，拜拜。总经理，刚银行打电话来说，我们付给客户的支票全都跳票了，下午要我们一定要去解决这件事情。不要急，帮我打电话给银行，请他们给我一点时间。今天下班以前，我一定会解决。还有雅美那几间公司，一直吵着要和我们结束合作关系。我会处理。还有今天的报纸，不要管他们，随便他们怎么放风声。你记住，慌慌张张是解决不了事情，任何事情都有解决的方法。我们一件一件来解决。
不管处于什么样的困境，硬着头皮都要撑过去。我来接。雷振雅。振雅吗？我是雨桑。有事吗？我正在忙。我知道你一定看了今天的报纸，那些全都是误会，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。你现在说这些干嘛？我正要出去，没时间跟你说话了。可是振雅。回去再说吧。